你怎么？既然姬小姐嫌我重，不重就不重，一点都不重。我有一个特殊的嗜好，当我想你是一首歌，可能我说话不经过大脑，但你最想要爱你的多，给我一张未命名的车票。 你渴吗？喝点可乐。我给你倒杯水。 冷的，对呀，这么一般都是。没事，洗手间的水也是冷的。 应该是老毛病，肯定不是在洗手间硌到。我没事儿，不用按，很难受。没事儿，是这儿吗？ 你凶我？没有。你还凶我？服了你了。